Hello， 大家好，中原地产拍景台第二分行 Peter， 今日为大家介绍一个拍景台一座低层 A 室单位，就面积998尺嘅间隔。事不宜迟，带大家入去参观。咁啊，一入大门就见到客饭厅嘅位置啦。咁啊，主要景观都非常之开扬，系望翻呢个维港烟花海景，亦都可以望到呢个维多利亚公园。如果楼层都比较高的关系，过晒前面公园同埋呢个游泳池。咁啊，嚟到第一个嘅洗手间啦，咁系一个企缸嘅设计。咁啊，原职就三房嘅，由于住户人数嘅关系咧，就改咗一个衣帽间同一个大嘅主人房。咁啊，见到主人套房嘅位置啦，见到有浴缸同埋企缸。主要主人房的位置景观亦都是烟花海景，咁亦都可以望到南边。而家你呢个方向咧，就系望到呢个维港烟花海。咁至于主人房的另一边咧，就系一个书房的位置。如果大家对上述单位有兴趣的话，欢迎随时联络。